来，各位啊，疯狂的缅甸翡翠原石啊，一块老莫安基敞口的翡翠原石，重量呢有1.85公斤啊，看一下这个啊，重量足，品相相当不错啊，石型都很 OK 的啊，看这个皮壳啊，皮壳很老的，这种皮壳这种方沙啊，有些都说是这是莫西沙的呢啊。是吧，有些都可以当莫西沙的。来看一下啊，来，接下来咱们看打的表现啊。是不是这里还有一小点色的啊？这个部位。看啊，打单可以看到的表现的。相当不错，这个皮壳啊，你看还有黄物表现的啊，这个料子会有黄物表现啊，很不错的啊。啊，沙很好，沙很老，皮壳很好的一块翡翠原石啊。不错的哟。